就是很重要很重要。好，来，国中组的季军队伍呢，季军队伍获得中华电信所提供的现金奖是10000块钱，还有这个 Life APC 所提供的各项精美实用的英文书籍。好，那恭喜国中组第六队台南大成国中，恭喜恭喜来自台南的大成国中。哇，这一次能第一次参赛就把第三名给带回家啦。来，同学们请以最快速的角度，哇，他们奔跑好快速，像羚羊一样。好，来来来来，我们呢从面对舞台的右手方到台上来，从这个陈教授的手上接过属于你们的荣耀，你们的奖金，恭喜你们季军是台南的大成国中。如果台南大成是季军，太开心了。好，现在真的很没有办法预测复兴国中到底能不能进入到全国前三名。今天不得了，真的苦练多时，心脏都快跳出来了。最好的回报，来，大家一起看一下台前的设施。我们真的很希望能够恭喜，能够带着荣耀回到宜兰，回到复兴国中。谢谢，哎，老师，但我们都尽力了。开心啊！全国的高手，谢谢各位。其实大家都努力了非常久，也要感谢我们的指导老师，大家的一起努力，这样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